剪刀石头布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有啊，谁呀？这也是第二个问题了。那再来一句，剪刀石头布，现在可以说是谁了吧？ 一块木头，你告诉我是平安符，这叫触目则安，知道吗？触目则安。嗯嗯嗯嗯嗯。哎呀，这一脚，恐怕你是输了。<笑>哎，王老板，请问，胜负还未？ 咱们把纪小姐抢过来，绝不能让纪小姐认贼作父。你是何人？胆敢来见罪人？侯爷，你说他和？ 他是不是也看过这片星空？他和他是个谁？快点醒来吧，你多沉睡一刻，对我来说都是煎熬。我一定好好补偿你。